谈点女明星哭戏差距究竟有多大。张若楠的哭戏隔着屏幕都让人倍感压抑。李沁的哭戏更是一绝，就算无实物演绎也能让人泪流满面。反观杨也在现场的表现，这是哭的时间太长，掩盖眼色也疲劳了吗？同样哭戏没有眼泪的还有吴谨言。你快救救他！我不知道，就是突然晕倒了，然后上吐下泻的。这声音和表情怎么感觉这么没活呢？沈月的哭戏也备受吐槽。我一个人上学，一个人放学，我伤到了自己爸一人，这台词听起来很烫嘴啊，不然怎么说不清楚呢？而要说起哭戏天花板，那唐氏表演法创始人邓家佳必须有姓名。这就是用眼神诠释心如死灰的真实写照吗？